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5点多了，太阳还那么大。我在伊娜家，伊娜叫我来拍芋头，看一下芋头。这个是旱芋，也是一心一意的芋头，看哦，很大一颗。刚刚我们吃的那个就是用这个芋头下去做的，把它捣碎之后，然后呢成型，然后上面再加上一点肉，就是这芋头摸了要洗手，因为它会咬手。这是旱芋哦。台北天气怎么样？会不会很热？这里的太阳很大哦，真的很恐怖。好了，芋头拍好了，大家想吃吗？兰屿的芋头是一年才一次哦，所以非常的珍贵，所以想吃很坚硬的芋头一定要来兰屿。